打斗也不错，超赛尔玛一样。哎，真的是动不动就超这超那的，行不行？哎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游戏内容碾碎他，不开。都有这种风格，这很正常。全军出击。玩幼猴吗？不玩幼猴。萨满的胡子一瞅就小戴，戴个包女儿，要不然那包女儿怎么敢出那美甲窃魂卷呢？拆成那个样还敢出美甲窃魂卷？我要带个打野，我给他十给他打出来，没办法，那一个人终究是干不过两个人。你还跟我打，来，别走。点点 A Q 呀。致命点炎。跑啥？我没有闪吗？你就死了得了呗，又不用打闪现出来。多好，这种必死的还交闪现，这种情况下就别交闪现了，知道吧？你交闪现也是。习惯了。升个三级吧，这打野二级抓你没想到，习惯了。那打野哪个打野不二级抓我？现在还有存在二级不抓的打野吗？没有。搜一下 EA。平 A 接 Q，E A A 接 W， 吃饼干，可以。死了就死了呗，亮什么牌呢你们？021还亮牌？这什么意思？这是这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晕到我了，就不好办了，知道吧？我得E走了，这不能打了啊！他E马上好了，这就不能打了。6分钟会有个小饼干，我们不要着急啊！只要不被他跳到是没有问题的，他也不敢扛小兵，没事儿。
不到。别！呀，他是主 Q 的吗？这 Q 怎么吸地这么快呢？应该是主 Q 的，我估计 ，PD 有点快。再见。控波线吧，中单掉线了。这波打不过，这武器大师打我有点疼，血量不够，那一锤子没给我敲死。出分离者，打红去了，我们往红走。给蓝枪守个红吧，红别给他就行了。上边没杀了他，优势不够大，我得再单杀他两次，我们才能无限杀他。嗯，必须得单杀他两回。这么的啊，这波推线，推完线回家，回完家以后出来，正好我们出一个红宝石，把装备补一下。下边有大招，有点炎，把他杀了。杀完以后再下一波，等个大招再杀他一波，然后我们分离者无敌了。这波回家，下波把他杀了。你这啥意思啊？我那有小兵，这没杀了这武器呀，杀了个破黄子儿。杀完黄子吧，没大了，就不能再拼了。猴杀这武器得有大。
空线。那黄子啥意思？不知道啥意思。我要分离者就不用了，就不用大招了。没有分离者，没有大招杀不了。他那个意义啊，有点太克我们了。这波空线啊，下波等大招。再控28没有大，他没有大，我们有大，啊，这怎么来军戴瑞了呢？来军戴瑞有点意思啊。我这对象呢，他来军戴瑞了。回家。如果这一波能把他单杀了就好杀他了，但前提他有闪现，我们得先把他闪给他打出来。这怎么现在就有个问题，我们想杀他能不能杀呢？可以杀，就是他有闪现他可能会跑，所以我们要给他打到一个斩杀的血量。这 W 一手 AQ 再转 AQE，哎呦我操，正好把我E给我断了。700块钱没拿着。我去你妹了，700块钱没拿着。真可恶。这1000要是给我一拿。哎，有点烦啊。你是我就已经不想玩了，这有啥不想玩的？这顺便杀了呗。他 QCD 比我 QCD 快，那没杀了那咋整？这三个人。好快的 EQ， 给我杀两个人吧，我急需一个人头啊。还行，1000拿着了。我需要人头。漂亮，这也太便宜了，这就100块钱。先出布甲，还小反甲，
这 ADC 我搞不懂为什么他要上去送这武器。有闪现也不至于啊，这不是白给的吗？那皇子又闪不闪追他？亚索要是想杀我们就得有大，没有大不好杀，他有盾弓。先守一波高地，好，皇子白送，维恩白送，亚索白送，我往上追，哎，又有闪。先拆塔，不着急啊，我们有 ADC， 只要 ADC 不死就行了。四个人，17块，那日女儿不值钱。那日女儿可便宜了。上边杀他就100块钱，你这，他就送，其实现在都行，他就白送都行。我们家现在非常需要一个减伤，这个亚索有吸血，我能让他吸回来，所以我们得来个小反甲先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几个人？没法去呀、啊！等大招，没有大啊！还好这 ADC 是超神了，这 ADC 要没超神，这把也够呛，拿不了。哎呀哈！亚索坏我好几波事儿，本来我们是可以滚武器的血球，你知道吧？但中路掉线了，没有人管他，他就跑上路来了。小带一波。回家，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整一把黑棋来，可以打。这波打完以后把对面团灭了，我们可以打大龙。注意保着 ADC， AD 一定不能死。可以杀这维恩，一共就他一个，可以杀。亚索没在，这又100块钱，真就100块钱，哎，就100块钱。那 ADC 有折镜，没事，可以打。这波我们先不用过去啊，把上路兵线清一下。亚索肯定是不可能来的，他们家只有皇子能过来抢大龙，啊。只要不让皇子把大龙抢了就，那蓝枪13级，我们家400继续。
还有德靖，怎么感觉不太好打呀？我大招差一点儿。还好我够右啊，我换了，咋亏了呀，他把高地带了。不是那么很划算呢。下路塔没了，高地掉了下路，黑切十五反甲，黑切十五反甲，再配一件装备，配个九头蛇吧。推的太慢了的，既来之则发力，真能跑啊。小龙，大龙也行，大龙，三个人打大龙能打，没事来吧。能打，我们三个能打，他有那什么，他有红刀。那维恩不敢上来了，小龙，兵线太差了，小龙，没想到厄斐琉斯这个英雄居然还能这么厉害。这是我没想到的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来打，这波可以打，让他杀锤石，保护 ADC。哎，保护 ADC。哎，我不是喜欢贪吗？别打团上路收兵。你到底是喜欢看是不喜欢看？我没太搞懂啊。你觉得我贪？你觉得我玩的不对不喜欢？那你就别看呗。你干嘛这么贱呢？你说，你这折磨自己不难受吗？这波有点带深了，稍微不行，这救不了，走吧，你撤吧。哇，这蓝枪这么猛啊！这蓝枪，你看和我破防了，我没有破防，我只是想知道原因。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贱。
好右啊。因为我是个正常人嘛，我就想知道这种非正常的人类到底是什么原因。你也别老搁那就会说一句话，老什么破防了，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这么贱？我不知道原因。先把这牙锁杀了，这蓝枪也不够用啊！这杀牙锁，来。因为能挣钱呢，那就没办法，那我就明白了，可以撤一手了，不用再推了，这再推不合适了，不推了。你不会真的要继续推吧？继续推不好推，赶紧走，不好推，即使把他门牙推了都不合适，那一座塔没有多少钱，不划算，死了不合适。你走吧大哥，俺们仨人少个蓝圈，我跟你说这一波没了直接基地爆炸。你到底想不想赢？你想赢你就快跑。你出个春哥吧，你不死就能打过他 ADC， 来个春哥其实是行的，他现在如果再出虚虚装其实没啥意义，你知道吧，小龙可以要上路守一波。你看啊，就假如说我他要能挣钱的话，那咱就另说了啊，那就人家有自己挣钱的这个挣钱的地方。我要是看看主播这波他收兵啊，我觉得他贪了，我不喜欢看了，那我就不看了，我觉得他没我厉害，我这当场我就直接插掉，我也不会说啥。哎，有的人可倒好，哎耶，你不是贪吗？啊，继续收兵啊，你也不知道啥原因，哎，他还继续搁这待着，还继续瞅。回家守，你们打应该能打过，没事儿。你能打过这武器吗？可以，不用我了，应该他们应该杀了。哎呦啊，十滴血，给我回血！大龙可以要，去打吧。这一波了，游戏结束了，他们正面打不过。一波吧，这回能打了，这回能一波。他如果吹起来的 ADC 他都不上的话，那就没啥机会了，说实话。先把亚索杀了，这维恩什么装备？
哎，我操，日女270块钱了，日女。你要杀锤石，那可以杀，让他杀。这猴的 W 为什么过不了那个皇子的墙啊？杀就完了呗，可以杀。